Action！ 哎，雨啊，你工作别太辛苦啊！啊，回来我们就结婚。我叫高展奇，要饰演的是这个主角的室友。对，这个很大。孟达，吴东，大家在现场都是欢笑声。他的出现基本上就会让你忘掉所有烦恼。哎，雨啊，爱情的早吃饭。恭喜大家！我只能说他的脑袋里，我好想知道他的脑袋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。哇，怎么连你都对他有兴趣啊？很有兴趣。只要欧弟哥一出来的时候，整个感觉就是特别的喜庆。小男人这么实用，知道吗？特别会调节气氛。他是真的性情中人啊，我觉得他虽然是一个比较欢乐的这个角色，但他内心有很多忧伤那种感觉。在高展奇的心里面会觉得说，我付出的这么多年的时间居然没有得到回报，这非常的不爽，包括连欧弟都这么觉得。我靠，看这两个人又有嫉妒油然而生，然后又觉得好吧好吧，如果说他好好对你的话，也许我会祝福。高展奇的他的一个存在的必要性，就是让这个整个电影的感觉呢多一点点稍微放松的气氛，多了一个调味料。对，这我觉得还蛮好。看电影不难，电影明天就加看，对不对？支持正版，有电影院看，有电影院就叫《迷香的爱情》啊，去。